靠，不是吧？咋了，兄弟？哎呀，我疼。疼你哪疼啊？麦疼380。哎，不是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什么连带的？你赶紧走啊，别一会儿我报沟你就记了。这500还真的在。哥们儿，我开啥车你知道吗？540度全景加全方位一景之动，再加上我这6年驾龄，你想清楚。长安起源 A07 大厂出新车，直接就掀桌子了。老手开它上路，稳操胜券；新手开它上路，再合适不过了。特别是最后一项配置，我怕我说了你就直接付钱了。RACC 智能领航系统，我总觉得它是我所有开过 L2 辅助驾驶里边排名前二好用。打开之后啊，早晚高峰在后边跟车，再也不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，稳稳当当的开在路中间。后排副驾驶坐着还舒服，不同路段限速自己识别，进匝道它还会判断匝道的角度，判断你用什么车速过更舒服。就这么聪明，万一你是个新手，旁边车道呢有个大货车。遇到这个情况，汗流浃背了吧，小老弟？长安起源 A07 会自动帮你避让。最后一项小惊喜，开车难免会遇到刚刚那种小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长安起源 A07 模拟了70多个高频次使用场景，保证你真正的用车安全。最后啊，18万不到就能买到个顶配，一台紧凑合资车的价位，你就能买到这台轴距2.9米，官方定位中大型高级数字行政车。这不是掀桌子是什么？